这一组呢，两位的沟通应该是用 in English。我们欢迎冯丽霞、刘明湘。跟明湘学姐合作以后，发现我们两个人都是从加州回来的，所以说我们这次一定要帮加州争光。C-A-L-I-G-O-K-E。明明是春天，我却感到绝望。夏天来临了，我还是看不见阳光。秋天的落叶将往事都埋葬，准备好冬天将你的一切都遗忘。我的爱情折断了翅膀，无法继续飞翔，在风里飘飘荡荡，等待天亮，好好大哭一场，再让眼泪风干，在微笑中释放。合作首先就有请小胖老师讲评。在听到刘明湘的声音，这个声音真是迷人啊，这真的很好听。那什么后悔你过去给他太少分数？有一点坦白说，很替六班高兴啊。那冯丽霞也的确有因为学姐的引领，声音的稳定性，那个声音的好听度都有在提升一些，我觉得这是好的。希望你们赶紧在今天这一集，真的这些大内高手都来了，传授这些武林秘籍给你们，你们还不好好的学起来，真的就太可惜了。恭喜两位。谢谢。而且其实像小胖老师说的，就是因为你碰到一个天籁，一个这么迷人的声音，嘿，自然而然他的那个感情，他女性的部分就比较多了一点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不管怎么样也要拓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感觉要记得，以后一个人唱的时候要假想那个 Rose 一直在你四周飘来飘去。好，好不好？马上来看看这组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刘明湘、冯丽霞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6、17、18、18分。是不错的分数。冯丽霞要跟 Rose 说什么？谢谢学姐。你真的觉得跟 Rose 学到最多的是，虽然她中文可能没有那么好，可是她都很认真的去，还跟我去对每一个歌词，然后说这个歌词对我的感觉是什么这样子。你看，所以这课多重要，我觉得这些方法都记下来，也会帮助你唱歌非常的多。谢谢学姐 Rose， 谢谢 Thank you。 谢谢。好。
好棒的一个声音哦，哈！哎，冯丽霞留下，来来，我帮你介绍一位男伴呐、啊，孙智佑，请出列。听说，敖姐姐好，嗯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听说，当初去练歌的时候，是，这个孙智佑、李杰宇、杨俊文都抢着来跟你握手，冯丽霞是吗？哦，是啊，他们有来跟我握手了。我觉得，哎、哦，怎么大家人都这么好？为什么呢，学长？女生嘛，男生当然要大方一点啊，哦、总不好让女生来跟你握手。不，听说你是以为你要跟他对唱，就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他现在笑成这样，对不对？冯丽霞，你休息一下。这一路呢，这个来，你先休息一下。一路走进这个唱片公司，我们孙智佑学长一路都在爽，看到冯丽霞啊，我要跟他唱了。就后来公布名单，边品线请出列。